耳朵过，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动作就这样。哦、应该有。对啊，然后难免啊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他是觉得你要跟他玩，他觉得玩这个很好玩。他在笑啊。那厕所，那你昨天有看到啊？他在哭啊。对啊，我们要洗头哦。你先放，我连头都还没动。一定要洗头就疯了。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要洗头哦，阿姨要帮你洗头。怎么办？阿姨要帮你洗头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洗发精伺候。好，洗发精来。因为我们要洗头了，要洗头了。惨叫。有没有？这个好像他就是非常厉害哎、欸！我都洗到我牙光，我说你到底要怎样啊？爸爸在看你啊，爸爸在那边，你们看到？耶、哦！哎、欸，好奇怪，小麦筷子可以装吗？太开心了。嗯。就是小麦那个，我跟你讲一下，那一袋橘色是要洗的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包皮衣那个大包。我几天没看到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他刷完晒，然后我把晒前吗？没有，前天的、啊。哦，我把晒。哎、欸，爸爸。我已经，因为他那个洗衣服，对。那个洗澡的那个水太多，就拿来泡，再冲冲就起来。可是没有全部，大概害羞什么？害羞。害羞什么？然后晾干了，我为什么跟妈妈说？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吃，他如果要洗，就可以再跟妈妈一起洗。因为我喜欢洗橘子，没事啦，反正因为顺手。然后一边弄的时候，我都跟大洋说，小妹每天做这件事，我会疯。你看我才做几天，我就要疯了。我后来看一下，它这个碗的耐热是180吧，他有写哦。对啊，他好像说180，130，180。哎呦啊！包跟酸好像。对啊，那边吃什么？那浴室就那个温度多高？我去一次而已，在那边吃。啊，没关系。他那边都还有点比较冰晶。这个是那个维兜兜，就是诸葛先生。他有，你那时候给我一个。我那时候有讲说有啊，在这啊。我还有什么？我有带出去啊，然后我自己忘记，就是那个。蓝色的米奇是不是？啊，还有一个是粉色。这个也可以留着啦，我家还有好几个。好嘞。对，出门给他围着是。